你是要小心的，怕你们爱上。我那时候一穿上这一身的时候，就是去拍照的时候，旁边的人就看到就说：“好讨厌。”应该是你有史以来最台的。我真的很帅，我真的。没有，自己说就是这个。有怎么准备这种很坏的感觉？你有在家里练习眼神吗？有啊，我手机里面超多奇奇怪怪的照片。我自己看，我都觉得说这个人怎么哇，又帅又坏。哎，因为我都会自己关在房间里面，然后我会觉得我快变神经病了。你也有给网友看过吗？有，他说自己爱你。我就会拍放一些照片嘛，然后乔乔就说：“我觉得你最近越来越不一样。”他就说：“你最近有一个男人味在出来。”哦，那些奇怪照片我是给私底下给朋友看，我有时候会给我公司看，他说：“你讨厌。”